就六个。老大回来了，但是他们一直在追我。你们追我干嘛？看窝里有没有你妈妈。走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世世红，爱吃肉。看窝里你妈妈在不在？你妈看见你们都吓跑了，你看。别追我了，找你妈妈吃奶去吧，别追我了。小花，过来。成天你老去哪玩也不露个面儿，小花。呀，小狗追来了，快跑。快跑快跑，一会儿踩着它了。我还真怕踩着的，你知道吗？有时候光看着这个镜头了，没看着小狗，就有时候踢着它一脚。你一天天的净跑哪玩去，孩子也不管，奶也不喂，你把孩子都托给小美跟小花，他俩也不管呢。主要是太多了，看不过来。你看看，这就六个，这还有两个。看你头都大了，小美过来看孩子来，过来上台阶看孩子吧。我去做饭去，你看一会儿孩子。你主要负责看金角大王和银角大王就行了，其他的有小花呢。小美喜欢这个金角大王，还闻闻什么味儿了身上。你看着他俩不要动啊。我大概10分钟就出来，要不把小花叫来一起看着。你去找小花啊，还是我去吧？你去了你又不回来了，把他提了回来了。你在这看孩子，一天一天的净去偷果子吃，那果子能吃吗？这么酸愣涩的，又走了，管不了了。现在小美你也不管管他。小美看孩子还是可以的，就是小花就是3分钟热度，我说3分钟都有点多了，她顶多是几秒钟。你也为小美付出一点，让小美休息休息。好了，今天就到这里吧，我是世世红，爱吃肉，我们明天见。